测，请第三方单位去做，尤其重金属的要做。第三，针对人体的血铅的部分，医疗院所这是卫生局的事情，赶快去做抽样的检测，必要的时候扩大检测。第四点，资讯的公开透明，全面来公布更新，务必要详实更新你们的资讯给所有的市民，然后各里为单位，我们未来可能办士林区的或其他区的再去办，每个里长都会有这样同样的要求。你一定是帮你去做说明的，好，那公布这个资讯。第五个，针对含铅的这个水管区域的，请严议减免水费的方案。然后事件水管更新未完成前，这个事件没有妥善解决前，水费调涨应暂缓延议，暂缓推动。五点，请我们李文英副秘书长要回去跟科比讲，我也会等一下就跟科比讲，搞什么挖沟，含铅的都没有检测，还一直跟我们说没有问题，那根本就是牛头不对马嘴，欺骗下回。好，我们最后请那个。